就之后再就是再告诉大家说你的节不重要，感觉现在要是有个小孩子很重要，有开始努力了。对，每天都努力。没有那么有痛。那先生有去检查吗？你说他吗？对。男生要检查什么？他应该是蛮活泼的。赵小强是同一间吧？哦，我很早以前刚开始跟他是同一间，所以我那时候35岁的时候去动了第一次的卵，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，我不知道要养卵子啊，然后要养生啊等等的，我就是前几天可能上礼拜喝酒，前几天在喝酒，就突然想到，好像可以去动卵了，然后我就去了，所以我后来那次取的品质都非常的不好，对，所以就等于是浪费了。那先生有去检查吗？你说他吗？对。男生要检查什么？他应该是蛮活泼的啦。就是我觉得开店也是啊，就是想要做一个被动收入，所以你就是不太有关系。如果我有个小孩的话，我当然是想要花时间陪伴他。对，既然说要这么辛苦把他生下来，还是要看当下的状况，因为女生还是需要一点工作才会。Yeah.